唐三手拿武魂令和玉小刚进入藏书阁翻看以前的文档，他和玉小刚分别查，唐三迫不及待想查出当年追杀父母的人。与此同时，戴沐白带着其他成员进城，迎面碰上戴维士。戴维士不容分说，就把戴沐白武魂白虎的爪弄断，逼他退出这场比赛，一旦在赛场上遇到，就要了戴沐白的命。唐三一边翻掌文档，一边问起比比东的情况，得知他的武魂是死亡蛛皇和噬魂蛛皇，唐三怀疑自己刚才被比比东控制了，所以才不由自主亮出武魂。玉小刚顿时警觉起来，即使是封号斗罗也不可能控制别人的武魂，他怀疑比比东还修炼了其他的魂技。唐三突然看到一个人影转眼就不见了，他赶忙追过去，发现当年武魂殿首宗千寻疾派人追杀他父母的那部分文档被刚才那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只有千寻疾重伤南岳举国大计的记录。玉小刚翻看追杀前的文档，发现千寻疾派精英船队前往海神岛，为首的就是唐昊。玉小刚分析唐昊在海神岛遇到了唐三的母亲，而且追杀和这次出海有关系。玉小刚和唐三一早回到住处，兰德把赛程表交给他们，天斗皇家学院战队和武魂殿战队分在一组，史兰克学院战队、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分在一组，第一站就要和戴维士所在的星罗王国战队交手。唐三和玉小刚得知戴沐白被戴维士打伤，赶忙过来一看究竟，得知戴沐白的武魂被废了，戴沐白心灰意冷，只让朱竹清陪在他身边。唐三替戴沐白着急，希望他早日振作起来，把武魂尽快修复好。玉小刚和兰德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激发戴沐白斗志的办法，就是让朱竹清遇险，戴沐白肯定会不顾一切去解救他，朱竹清愿意配合他们帮戴沐白重振武魂。独孤博和宁风致都收到刺杀比比东的密令，独孤博连夜来找唐三商量，唐三怀疑幕后指使是他的父亲，可比比东否认参与了当年的刺杀。唐三想阻止父亲谋杀比比东，他和小五商量，想等明天比赛结束就去找叶知秋问清楚，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帮戴沐白打赢这一仗。戴沐白一直郁郁寡欢，马红俊和欧斯克拼命哄他开心，他始终一蹶不振。玉小刚急匆匆赶来通知戴沐白，朱竹清去找戴维士决斗，要为戴沐白争夺王位，戴沐白二话没说就追了过去。朱竹清来找戴维士兴师问罪，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戴维士对朱竹清痛下杀手，扬言要废了他一条腿。戴沐白及时赶来解救，奋不顾身冲上去和戴维士对打，斗志纵然，戴沐白的武魂也重新修复。此时菊斗罗突然赶来制止他们兄弟俩的战斗，不许他们在赛场外私下接触。戴沐白决定明天和戴维士一对一比赛，朱竹清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菊豆罗出主意让戴沐白和朱竹清武魂合计，只有两个人都吃过仙品药草，而且要绝对的信任彼此才可以融合。菊豆罗突然收到星斗大森林飞鸟传书，得知两大兽王驱使魂兽大潮杀出森林，直奔武魂城而来。菊豆罗立刻回去向比比东汇报，比比东让菊豆罗和鬼豆罗留下来，其他封号豆罗一起出城对战兽王。鬼豆罗也想参战，让菊豆罗留下来做比赛的裁判，还要保护比比东。小五担心星斗森林的魂兽被杀光，想出城阻止他们，可为时已晚。唐三劝他不要着急，相信兽王不会让魂兽们白白送死。十年分别对苍辉学院战队的四位学员发功，让他们都进入癫狂状态，让叶知秋带着他们上场比赛。随后十年给叶知秋一支箭头，让他去武魂殿见一个人，还不许他乱打听。比赛正式开始，最终胜者将得到武魂殿提供的两块魂骨。首日比赛是史兰克学院战队对战星罗王国战队，比比东亲自来督战，菊豆罗宣布各出五人混战，戴沐白主动要求两两对战，他和朱竹清一起上场，戴维是和一个女队员迎战。戴沐白和朱竹清摆开架势，把两个人的武魂融合。